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酷位看主题是如何高效管理数以万计的 EDC 集群。我是今天分享者谭聪，目前负责腾讯大规模 EDC 集群的治理，与稳定性优化工作。我是今天的分享者王超凡，然后目前在腾讯主要负责腾讯大规模 Kubernetes 集群管理以及稳定性的相关工作。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的大纲内容。首先，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下大规模 EDC 集群治理的挑战。这块，我们将主要从运维和内核篇两大方面来介绍。其次，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为了解决这些挑战，我们设计实现了一个云原生 EDC 治理平台 KStone 的一个剖析。第三部分，我们将为大家深入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高级进阶版的 EDC Operator 的一个设计与实现。最后，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 EDC 数据跨层复制和 QoS 特性方面两方面的大规模一些实践的一些经验。首先是大规模集群的治理挑战，然后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业务背景。腾讯云对外提供了 TKE、EKS、Edge、Mesh 等丰富的云原生产品服务，这些产品目前有300万的企业用户和开发者在使用。他们在我们腾讯云上创建了数万的全 K8s 的全托管和独立的集群，总集群规模数达到1000万级。同时，我们也是国内首家对外提供 EDC 产品化服务的云厂商。我们对内支撑了腾讯数百业务的 EDC 需求，同时对外也有斗鱼、威盟等公司的网关、注册中心等业务场景诉求。正是源于在大规模 K8s 集群下的EDC 诉求和各种其他 API Server 网关的一些 EDC 需求，他们最终形成了我们超大规模的 EDC 集群。那么在治理超大规模 EDC 集群过程中有哪些挑战呢？首先，我将从运维篇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面临的哪些问题。首先，当然就是集群的一个创建、修改、删除这一系列的操作了，对吧？我们需要一个高效的一个平台组件来实现这种快速的集群的创建、修改等这样的操作。其次，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监控系统来覆盖我们线上数以万计的这种 EDC 集群，同时需要一个灵活的告警来帮助我们及时发现隐患。其次，我们面临治理数以万计的 EDC 集群，我们需要一套自动化的巡检系统去及时发现一些隐患点，来帮助我们提高一系列的工作效率，提升集群的 ETC 集群稳定性。最后，EDC 是一个数据存储服务，对，因此数据的安全性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灵活的、强大的一个备份及恢复系统。最后一点可能是很多云厂商都需要具备的能力，因为我们有很多 EDC 集群，特别是我们有一些场景下需要做到一些多租户会共享 EDC 集群，我们需要做到一些 EDC 热迁移的能力。然后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就需要巡检，这里我在刚才跟大家说的，我们要做巡检的一个核心原因就是我们需要提高现网集群的一个稳定性。那么，提高稳定性从哪些方面着手呢？当然是从如何搞挂一个集群开始，对吧？我们就把用户如何搞挂一个集群的一些常态、一些因素做成一系列的巡检的策略。比如说，业务的规模特别大，K8s 集群规模特别大，可能会导致它的 EDC 集群出现问题。然后，比如说它的异常的容量 CRD、Config Map 或者 Event 特别多，可能也会导致出问题。然后，比如说异常的读写 KBS 也会导致我们的集群稳定性出现问题。再比如说我们的数据毁坏，遇到一些数据的不一致 bug etc 也会导致我们整个集群出现严重的故障。介绍完从运维程度介绍完我们的 etc 治理挑战过程之后，我们再从 etc 内核维度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难点。首先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数据不一致。我们发现了多个 EDC 数据不一致，其中一个 bug 影响 EDC 所有的 V3 版本。然后其次还有内存泄漏死锁，然后还有一系列性能问题等的系列性能问题需要我们优化。最重要的是 EDC 它本身不提供
它的一些 QoS 线索特性，我们未来我们必须要从零到一来实现 ETC 的一些线索特性，以及跨层笼罩的一些方案的设计和实现。面临以上难点，我们就设计实现了，我们就希望我们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它能满足我们以下的设计目标来解决以上的问题。首先，这个解决方案我们有定下这四个目标，主要是从扩展性、高可用、高效运维及治愈，然后以及可观测性这方面来说。扩展性主要是说的是，我们不仅要支持 K8s 场景的 ETC 技术，也要支持各种其他业务场景，比如说 API6 网关的 ETC 场景的它的一些管理诉求。然后我们需要支持多种的一些迁移算法，比如说 V2 到 V3、V3 到 V3、冷迁移、热迁移等等。然后我们要支持多种调度策略，比如说它解决的是这个 EDC 集群往哪里迁移的问题，它可以保证我们线上 EDC 集群的容量尽量负载均衡，不会出现过载的集群。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我们有丰富的巡检策略，我们需要保证我们及时去通过巡检策略去及时发现我们线网的一些潜在的隐患点。介绍完扩展性，再看高可用。高可用主要是我们 EDC 要具备跨可用区部署的能力，然后以及具备垂直级水平扩容能力。同时，我们还需要对 EDC 的稳定性进行一系列优化，然后包括 bug 修复啊、新特性开发等等。像后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些跨层复制 QoS 特性，就是这方面的。然后第四点就是通过 EDC 的混沌工程测试来保障我们 EDC 集群的稳定性，尽早来帮我们发现一些bug 等。第三点就是高效运维及治愈这块，主要是从我们的巡检策略、备份，然后一些节点故障治愈等方面来说。第四点就是可观测性，不管我们是集群管理还是集群 SO、集群迁移，我们都希望做到有可视化的一个查看。介绍完设计目标之后，再看我们的方案选型。方案选型我们主要是有三大考虑项，第一个是开发效率，第二个是可观测性，第三个是可运维性。我们最终看重的还是可运维性以及一个组件的自愈能力。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有很多设计目标上其实都强调这点。而 K8s 的扩展机制，它恰恰就提供了一种机制来保让我们实现一种 operate 机制，让我们来实现这种高度可运维、可自愈的能力的一些框架。然后 K8s 本身它有扩展机制，也还有提供 CRD 和聚合 API Server 这两种方案支持。然后 CRD 它整体而言部署跟使用的非常简单，不需要部署额外的组件。然后这个对外开源可能比较合适，但对内我们其实使用的是聚合 API Server，因为我们需要我们的集群规模非常大，我们的 CRD 可能会非常多，我们使用它来存储我们的EDC 集群。然后同时我们需要我们的集群具备跨迁移能力，平台组件需要灵活的迁移能力。然后介绍完我们 EDC 集群的治理的挑战之后，我们接下来就为大家深入剖析一下我们的 EDC 云原生 EDC 治理平台 KStone 的它的一些核心特性。正如大家所，这是它的整体架构。它核心是由两大组件组成，第一个组件是 ETC Class Operator，它支持多种 Class Provider，比如说存量的 EDC 集群，然后开源的 EDC Operator，然后我们系统自带的 KStone EDC 的 Operator。通过它，我们可以实现通过样务文件控制台，就可以实现秒级的创建 EDC 集群操作。第二个核心组件就是我们的 EDC Inspection Operator。它主要是负责一系列巡检策略的实现，比如说一致性、资源对象数、大 K、健康度、热连协请求这些策略的实现。同时，我们平台 KStone 还具备了一系列的非且开关，比如说监控、备份、智能总断。当我们新建一个集群或者导入一个存量集群时，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开关就可以快速开启这些特性，大大提升我们的开发运维效率。然后这是我们一个可视化的 Web 系统，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Web 系统对我们的 EDC 网 EDC 集群完成增删改查操作，然后
这也系统也集成了可视化的监控、巡检、备份管理等一系列功能。然后这是我们基于 Operator 自动化集群管理。然后像早期我们是基于 Ansible 来创建集群的，然后它的效率还整点也非常低的。通过 Operator 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它完成集群的创建、集群的扩收容、统一的纳管、可视化管理，大大提升了我们的效率。然后这是我们 Keystone 平台的一个核心 CI/D 资源 ETC Cluster，它的一个 specification。从这个 YAML 文件中，大家也可以看到它下面描述了整个集群的一些特性的开关，然后集群的磁盘大小、磁盘类型，然后磁盘的节点数、磁盘的 CPU 和内存一些配置信息。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它支持注册和已有和新增 ETC 集群，并支持多种 ETC class provider 实现，并可以通过 annotation 来控制多个废弃开关，一键开启监控、备份、健康巡检、一致性检查等特性，极大地提升我们的运维效率。然后这是 ETC class status 它的一个 YAML 文件，从这个 YAML 文件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显示了各个节点的一些成员、各个集群的成员节点信息、角色。然后节点的状态、节点的版本号等，我们不仅可以通过 kubectl 来查看整个集群的一些节点信息，也可以通过外部可视化系统来查看。然后，这是我们集群的第二个核心的 CRD 组件，巡检 ETC Inspection CRD 的一个描述。它支持多种巡检策略，比如说前面提到的监控、备份、健康巡检、一致性、异常 QPS、异常资源对象树等。并且各个巡检策略支持多种后端 provider 实现，像我们的监控，我们可以支持Prometheus，也可以支持基于我们腾讯开源的 KVAS 水平库扩展的 Prometheus 实例。比如说还有一致性，你可以通过节点各个节点的 K 数来判断一致性，也可以通过 wrapper 相应的版本号来判断。这是我们巡检的一个结果视图。这上面展示了我们对 ETC 业务集群的 QPS 巡检视图，可以看到每个资源对象的一个访问的 QPS，然后 ETC 一致性差异巡检。下面是我们各个业务集群资源容量巡检，可以看到各个对象的它的大对象数。最后是一个 ETC 健康各个成员节点健康度的一个巡检。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大规模集群的监控解决方案 KVAS，它是一个水平库扩展的 Prometheus 解决方案。这一点大家可以通过，到时可以通过我们的 GitHub 上一个开源项目 KVAS 来详细深入了解。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在这里做深入介绍。然后这是我们的数据备份方案，基于 ETC Backup Operator 来扩展开发的。我们支持将数据分众级备份到 COS、S3 等对象存储。然后，这是我们前面强调可视化的另外一个体现，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外部控制系统来查看 ETCD 里面对应的数据，尤其是 K8S 场景的一些 KPI 的数据，它可以帮大家快速的了解哦。当你在 K8S 上新增一个 K 的时候，它是新增一个资源的时候，在 ETC 中是如何存储的。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ETC 一个迁移任务的实现。然后我们正如我们前面 ETC cluster 和那个 ETC cluster 和巡检的 CRD 一样，我们在这里通过新增了一个 ETC migration 迁移任务的一个 CRD，它来描述迁移的原 ETCD 目的 ETC 集群迁移算法、一致性检测策略等。第二个核心特点就是我们的迁移算法是抽象化的，也是插件化的。我们支持多种后端的 provider，比如说 ETC VI 到 V3、V3 到 V3 冷迁移、热迁移等。第三点就是我们保证迁移的准确性，我们具备多种维度的数据一致性检查策略，比如说从 ETCD 维度的数据一致性检查，K8S 应用层的资源对象一致性检查等等，它可以保证我们迁移的万无一失，确保数据不丢失。最后一点就是重点给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 K8S 场景迁移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它核心主要的问题还是就是。
在迁移之后，它的一个迁移后的 etcd 版本号是小于原有 etcd，这个会导致K8s 的一些 client Kubernetes client 会 list watch 的时候会它会 hand 住。在面对这个问题，我们通过修改 K8s 版本的源码，增加 watch 操作的 timeout 机制来解决。这是我们迁移任务的一个可视化查看，然后这个迁移任务 CRD 和流程，它描述了我们一个业务1178个节点大规模集群快速迁移的一个效果，整个流程仅耗时34秒，业务几乎无感知。接下来由王超凡同学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Keystone EDC Operator 的一个设计和实现。刚刚唐聪同学已经跟大家简单介绍了，就是整个 Keystone 的一个架构。接下来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Keystone EDCD Operator 的一个设计和实现。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设计目标。之前介绍 Keystone 的时候已经大概都介绍过了，这里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那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具备高可用容灾以及支持很方便的继续弹性扩缩容。在应用性上呢，我们需要支持集群内外部的一个访问，并且很方便的一键创建一个安全性的 HTTPS 支持 HTTPS 的一个集群，并且支持我们平滑的去进行一个证书的一个重签等等。那在可用性上面呢，我们要支持，比如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集群升级等等，还有一些自定义的一些参数修改等等。容灾上呢，我们需要支持跨度容灾，然后以及 etcd 本身3.4支持的一些 learner 节点等等，可以使我们在扩容的时候更加安全。我看完设计目标呢，我们最开始也调研了社区当前的一些实现方案，主流实现方案，主要有以下几种：一种是基于 Ansible 呢，在物理机或者云主机上部署。然后另外一种是基于 Docker 来进行，或者说 Static Pod 来进行容器化部署。那当前是社区使用比较多的一种是基于 Helmchart 来使用 Snapset 部署。比如现在各个主流的云厂商，他们都通过应用市场，都是通过 Helmchart 来提供这种使用方式。那还有一种就是，基于 CoreOS 的 EDCD Operator 进行部署。那 CoreOS 的 EDCD Operator 呢，是那个 EDC 是 Operator 的一个算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一个鼻祖了。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就是各个业务根据自己的特性去进行的一些自研的一些 etcd operator 来进行部署。那我们对比了一下几种方案之后，那我们最终选择了就是说，自己去开发这样一个 etcd operator。因为通过 Ansible、Docker 或者说 Snapset 这种 static pod 这种方式来部署呢，它优点呢是可定制化能力比较强，你可以去自定义一些参数等等。但是在容灾和自愈方面呢，就稍有不足了。扩缩容的话比较复杂。那基于 Snapset 呢，因为它支持持续化存储，它的高可用能力以及容灾能力会比较强一些。但是呢，由于那个 Snapset 它每个副本的参数都是一样的，那对于复杂的状态管理的话，你可能需要在启动参数里去编写大量的脚本来实现管理。然后在一些比较极端的场景下，可能会稍有不足。那社区的 etcd operator 呢，这种模式非常好，但是它也是 etcd，它也是 operator 模式的一个鼻祖。但是当前的话，在容灾能力上稍有不足。对于持续化存储的话，它支持有限。你如果同时有一半以上的节点挂掉之后，那这个集群就只能通过备份来恢复了，可能会造成数据丢失。并且当前的话，CoreOS 的 etcd operator 已经处于一个归档的一个状态了，社区基本上已经不再维护了。因此呢，最终我们决定就是基于当前 etcd operator 已有的能力去做一些进一步的增强。那在应用性和可用性的基础上，我们来增强它的容灾能力以及可扩展性等等。最终就形成了我们当前的一个 Keystone etcd operator 的一个整体架构。我们在整体设计上呢是参考了 etcd operator 的一个思路，然后统一的使用声明式 API 来管理。通过自定义 CRD 的方式来去抽象各个资源，比如 etc cluster、etcd 备份以及 etcd 恢复等等。那相对于裸 pod 的管理呢，我们当前是使用 TPP 来管理 etcd 的 pod。然后 TPP 相对于 Snapset 呢，它更加的灵活。除了支持 Snapset 原生的能力之外呢，它还支持就是你不同的 pod 可以使用不同的模板。
这样呢，可以就是因为 DCD 每个节点的启动参数可能会有不同，我们通过使用不同的模板就可以去支持不同的节点的参数，同时呢，它还支持原地更新以及支持停止指定 POD 的一些能力等等，并且在腾讯内部已经经过了大规模的使用和验证，稳定性就有一定的保证。那之所以不使用裸 POD 呢，是因为如果使用裸 POD 的话，我们需要去更多去关注就是资料存储的一些考虑。然后，如果直接使用 TPP 呢，我们相当于把这部分的，就是比如 corner case 这些东西交给 TPP 来管理，我们就更专注于 etcd 的一些业务逻辑。那同时呢，我们通过引入一个 admin control 可以进行复杂的一些参数校验以及参数转换等等。那通过 zmin 的 controller 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更高效以及自愈动作，以及更复杂的运维操作等等。相对于 step set 的使来讲的话，使用上更加的灵活。这个是我们 etcd class 的一个简单的一个 CRD 的自定义资源的一个定义。我们可以很方便的通过 copy control apply 一个 YAML，来一键的去创建一个 etcd 集群。那在集群创建的时候呢，我们会通过每个 etc class 去创建一个对应的 TPP 模板。然后呢，首先呢，第一个 pod 呢，它节点呢，相当于是创建一个单节点的一个集群。然后其他的新增的节点呢，通过加入已存在集群的方式来加入。然后在初始的状态呢，我们会先启动一个就是 size 是一的一个 TPP。然后在这个集群 ready 之后，我们会将它的 size 逐渐就是调整为就是跟 etcd 期望的 size 一样的副本数，然后来进行这样达到一个集群初始化的一个能力。通过更新 TPP 的模板来逐步达到这样一个期望状态。啊，因为我们在使用了 TPP 本身支持去化存储，因此在使用去化存储时，由于数据不会丢失，因此节点挂掉重建的话，就相当于只是相当于进行一次重启。所以，如果一个集群中同时挂掉一半以上的 POD，只要这个 POD 能够新建出来，那么这个集群就是可以继续恢复的，并且不会有任何数据丢失。因此我们可以容忍就是集群里边有超过一半以上的节点故障。那在使用非去化存储的时候，因为没有去化存储，那如果一个 POD 重建之后，它的数据就会发生丢失。因此呢，我们就需要将这个老的节点进行一个移除操作，然后将它重新加入到集群中。我们通过 admin control 可以在 admin control 里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在一个 POD 销毁的时候，然后如果是使用的不是去化的存储，我们可以将它先移出集群，然后再重新调度的时候再加入到集群里边。那之所以要支持非去化存储，是因为我们有些场景可能会对性能要求更高，比如我们的一些 event 集群之类的，它可能对数据敏感性要求不是很高，对数据安全性可能也可以容忍部分数据丢失，但对性能要求很高，因此我们就可以通过支持内存型的一些存储来提高这部分集群的性能。同时呢，我们就是通过配置亲和性和反亲和性来实现很方便的实现一个跨栋容灾。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通过指定 learner 的一个 index 来指定某个节点作为 learner。然后通过指定 index 之后呢，在集群扩容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将这个节点以 learner 的方式加进来，这样可以有效的避免就是集群扩容过程中，然后因为某些 POD 故障，然后造成整体的一个集群不可用，可以更平滑的进行一个集群的扩容。然后我们再将 learner 的 index 移除之后，我们通过 controller 的那个 reconcile 可以将 learner 来提升为一个 member，来实现平滑的一个扩容。然后除了etcd 集群本身的高可用之外呢，我们还通过支持冷备的一些方式，然后通过创建 etcd backup 的方式，我们可以备份指定集群到对象存储，比如 GCS、COS、S3 等等。然后通过创建 etcd restore，我们可以使用远程的一个备份来恢复一个 etcd 集群，或者用已有的备份来新建一个 etcd 集群。那在扩充容方面呢，我们通过 zmin controller，然后去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 reconcile 的一个操作，然后用户可以通过 edit，然后去更改它的 size，或者直接用 copy control scale 来达到一个进行扩充容的一个目的。除此之外呢，在应用性上呢，我们
针对就是安全性以及就是易用性上做了一些优化，比如说我们支持密码健全以及证书健全，我们可以自动的给用户去签发一个服务端证书和客户端证书等等，然后避免了一些就是对 ETCD 没那么了解的用户在证书签发上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时呢，我们还支持证书的一个滚动更新，你可以去更改这个 Actual Server Cert 的 SN，然后呢，如果ETCD controller，然后检测到就是你的域名有发生更新，它就会自动去进行一个证书的一个轮转。同时呢，检测到 POD 的使用的证书跟这个最新的证书对不上之后，它就会进行一个滚动的一个重启，来实现一个证书的滚动更新的一个操作。然后同时呢，我们通过支持 security 来配置这些健全信息，来保证我们的备份以及恢复可以正常的进行。那在集群访问方面呢，我们支持就是通过集群内或者集群外去暴露这样一个访问方式。通过 annotation 呢，我们可以指定不同的 service provider，比如我们可以在集群内呢，我们使用 class IP，然后如果需要暴露在集群外呢，我们可以使用 load balance 类型的。啊，load balance 这里我们也支持就是通过扩展的方式支持不同的 provider，比如 GKE、TKE、AWS 等等。啊，最后呢，就是我们为方便运维来进行的一个。进行版本升级。在进行集群升级的过程中，你只需要更新一下这个 etcd spec 的一个class version。然后，如果是允许升级的版，admin control 首先会校验就是这个升级是否合法。如果请求合法的话，就允许你提交这次升级。然后 etcd class controller 就会去进行这样一个升级操作，然后最终将集群滚动升级到你期望的一个版本。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支持就是你将已有的一个集群来平滑的切到这样 etcd operator 管理的一个集群，然后通过 annotation 的方式呢，我们可以去声明一个已有集群的一个信息，这样呢，在 etcd cluster 它在扩容的时候就会以直接加入已有集群的方式来去扩容节点，然后扩容之后呢，如果我们需要就是完全迁移到 etcd operator 管理的集群，我们就可以通过更新这个 annotation 来将老集群的 node 移除掉，然后最终实现这样一个平滑的一个过渡。然后用户在切换的过程中，只需要在扩容 etcd class 的过程中，然后将访问方式切到 operator 管理，然后再通过更新 annotation 来把老的集群移除掉之后，就可以完成这样一个平滑的一个过渡，然后不会造成业务就是损失。OK。这个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 etcd operator 的一个设计，然后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唐松。好，最后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 EDC 数据跨层复制和 QoS 特性大规模实践上的一些经验和心得。这里我给大家罗列了有五种解决方案，然后方案一就是 EC 集群本身多节点跨层部署，方案二是基于 EDC learner 节点进行跨层复制，方案三是基于 EDC 社区开源的 Make Mirror 机制进行跨层复制，方案四和五是我们自研的一个跨层数据复制方案。然后方案一如图所示，它的优点就是其实部署非常简单，跨地域各地域网络互通之后，部署过程不需要维护额外的组件，同时数据跨层强一致同步，可容忍任意程式故障，不会丢失任何数据。但它的缺点就是毫无疑问，你任何写请求都需要至少2D 应答确认，这会导致写性能急剧下降。然后，其次读性能也会下降，因为 EDC 默认都是线性读，发入节点收到 client 发起读请求后，它也需要向 lead 确认相关信息，获取相关信息，确认本地数据给追赶上 lead 之后，才能返回数据给 client。这也会导致读请求的它的读延时上升，吞吐量下降。其次，跨层的网络质量也容易抖动。然后方案就是基于 EDC learner 节点进行数据跨层复制。核心就是在一地部署主集群，另外一地部署一个备节点。然后它的优点同样是部署维护非常简单，你不需要维护额外的组件，然后任意节点也可以同步任意类型的数据 KVL 健全数据等等。然后缺点就是任意节点，我们知道它只允许串行读，如果你业务想要就近读的话，那就会读到将旧数据。其次，像它依赖高版本的 ECD，比如说 EDC 3.4及以上版本才支持 learner 特性，并且只允许一个 learner 节点。最重要的一点是，主集群全面故障之后，
我们没法快速将类别提升为可写的独立 EDC 集群。然后方案三是 EDC C 区的，它一个简易的 Maker Mirror 机制，它的核心原理就通过EDC 的一个版本号机制去 watch 它。然后首先启动的时候，它会通过 range 请求去获取全链数据，然后再通过版本号去 watch，然后后面新增事件都会推送到 Maker Mirror 服务，Maker Mirror 服务在同步给目的的集群。它的优点就是主 EDC 集群读写性能高，整体上不会受网络延时跨地域网络延时质量波动等影响。业务如果业务可以容忍短暂不一致，它也可以读就近的 EDC 集群，也不依赖高版本 EDC。它的缺点毫无疑问就是它的性能，就是如果它的性能就是非常差。为什么性能差呢？因为在 Maker Mirror 同步链路中断之后，它退出重启会再次进入全链同模式，无法满足生产环境的一系列诉求。特别是 C 区自带的 Maker Mirror 工具缺少力的选取、数据一致性检测、日志 Matrix 等一系列特性，还不具备生产环境可用性。同时，它也不支持同步非 KY 的数据。为了解决 Make Mirror 它本身的一系列缺陷，我们设计实现了一个 Make Mirror 加强版 Make Mirror Plus。它实现了以下特性：它支持多种同步模式，全链同步，断点续传，可以不用担忧专线公网质量抖动等。同时，它具备高可用数据多维度的数据一致性检查，像全链数据检查、快照检查都提供。同时，支持多实例并发复制，提升性能，还具备良好的运维能力等等。方案五是我们基于类似于 Router Learner，类似于 ETC Learner 节点的原理来实现的一个同步服务。它通过同步服务伪装成一个 Learner 节点，加入主集群，然后从主集群获取 Router 日志条目，然后它再解析相应日志条目，转换成相应的 TX input delete range 的请求，再转化到对应的目的集群去。它具备就是 EDC Mirror Plus 的所有特性和优点，同时不依赖 EDC MVC 历史数据，同时它可以同步任意类型的数据，不依赖高版本的 EDC。当然，缺点就是它需要一定的开发时间，需要我们对 EDC 有足够的了解。最后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 EDC 的 QoS 特性，我们通过它来保障我们现有 EDC 集群的稳定性。它的核心是由两大数据结构组成，第一个是 EDC QoS Class，它定义了一系列的线束器。比如说 token bucket field、leak bucket field 等等，每个线束器有对应的 QPS 等等。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的一个 QoS 规则，QoS 规则的核心是由对象，比如说线束对象是可以是用户，可以是请求的路径前缀，也可以是 client IP。其次是请求的规则描述了请求的操作，比如说是 get 操作，还是 put 操作，还是 delete 操作。其次是还包含 key 的前缀啊，key 的范围等等。最重要一点，它支持一个丰富的一些条件表示，比如说它支持按你扫描的 K 数来触发指定的线束规则，支持按 DB 使用率百分比来配满触发相应的线束器等等。这里我举了一个案例，就是 event 场景的一个线束的配置。这里我们给 event 场景配置了四个线束器，分别是读写正在请求的下列 QPS，分别是20每秒，然后异常读请求下是1秒一次，异常写请求下是1秒一次。那么哪些是异常读，哪些场景是异常写呢？关键就是在于这个条件表达式。这里我们罗列了四种 QoS 规则，前面两种是正常情况下的一个规则，后面两种是描述的是如果当你的一个读请求它扫描 K 大于1000的时候，那它将执行严格的异常场景的读线束规则，也就是说，执行1秒一次的请求。最后一个就是当你的 DB 使用率百分比接近90%，也就是说即将要满的时候，我们将给你触发匹配异常场景下的严格写线束，也就是说每秒只能允许你写一次。通过这样一套 QoS 机制，它显著的提高了我们线上 ETC 集群的稳定性。然后这是我们线网实现的一个效果。这个 QoS 这里配了几个 matrix，包括一个集群里面被线束的请求数、线束的 QPS、每个集群的读写 QPS、延时等等，通过它，我们来保障我们现网一些集群的稳定性。最后，我们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
好，谢谢。